Aloha everyone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上一个教大家如何制作椰糖开心果冰淇淋的视频，你们看了吗？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有一些观众问我，如果没有冰淇淋机的话，还能自己制作冰淇淋吗？那今天我就教大家，没有冰淇淋机也可以自己在家制作口感丝滑、奶香浓郁的奥利奥冰淇淋。相比于做椰糖开心果冰淇淋，这个奥利奥冰淇淋基本没有什么操作难度。以上是我们需要的食材，详细用量在视频下方描述中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和给本期视频点个赞。第一步，把奥利奥饼干放进保鲜袋里。然后用一个擀面杖把它打碎。下一步，在我们打发淡奶油之前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要使用冷却的淡奶油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发淡奶油了，打发到这个稠度就可以了。淡奶油打发好了，随后加入炼乳，再次打发。同样的，打发到这个稠度就可以了。接着将香草精和把之前打碎的饼干倒进去，我们可以留一些饼干到后面使用。最后用橡胶刮刀搅拌均匀就可以了，倒入食品冷冻盒里。我们可以用刚才剩余的饼干在上面做点缀，冷冻至少6个小时，新鲜出炉的奥利奥冰淇淋可以上桌了。我觉得用华夫饼做冰淇淋底太主流了，我们今天就改用印度甩饼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在这阻断措施时期，大家不妨待在家里试一试做做看。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，我们下次见。